群晖怎么装扣币？打开刀卡，点击注册表，搜索扣币，下载。下载完之后双击，点击下一步，然后自动重启，修改下容器名称，然后点高级设置，在这边添加两个变量，时区加注上海，管理地址，这边我们设置一个自己想要的账号，好，这是确定，这是下一步，然后这边是从刚才修改的账号8787。然后点下步，印刷那个文件。我们在 Docker 这个文件夹底下创建一个扣币的文件夹。然后容器的配置文件印刷到这里。然后再印刷一个下载。下载文件。选择一个下载文件，然后印刷过去。然后下步。完成。然后访问群晖 APP 加端口号。然后 ADMIN 密码 ADMIN 这路设置成中文，然后在这边用户名密码修改成自己喜欢的，喜欢什么就修改成什么。